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效能难住《流浪地球》的特效团队，让导演陆阳两年头发全部变白？他就是电影《刺杀小说家》《流浪地球》的特效做了9个月，但他却足足做了2年。这个角色名叫赤发鬼，你看他满头的红发，很飘逸，对不对？他有40万根发丝，你再看看他的眼睛，根根分明的血丝，甚至连瞳孔中的人物倒影都清晰可见。就算你察觉不到的脂肪厚度、汗毛颜色以及90万个皮肤毛孔，全都被完美呈现。而这个纯中国风的角色，在此之前荧幕上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先例，所以这支国产特效团队死磕了整整2年。所以导演陆阳2年时间满头白发，但他们却说要为中国特效做点贡献。而他们要拍的这部电影正是国内电影从未涉及过的奇幻故事，为了让这部奇幻故事透出国风古韵的东方神秘感。